今天我们换了一个龙虾吧，对，但是它夹子没有那么大。这个是一个图片，但是老师已经加工了啊，就是把这色彩强调了啊，有些色彩的立体感啊，加上我们的色彩的变化啊，一点点的变化，使这个龙虾呢更有趣味性啊，这也是美术啊，画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步骤啊，你要学会这样，你才画出画来好看啊，要学会这样。